果未订阅我哋嘅频道嘅，可以而家订阅埋，按埋隔篱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啲影片啦。另外亦都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咧，俾个 like 我哋，咁就可以喺 Facebook 里边睇到我哋嘅最新资讯啦。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欢迎收睇自家兄弟频道，我阿汤。嗱，今次我哋呢边罗敏同埋 Jerry 咧就会带大家嚟到江门呢一边啊，一个睇江景相当之靓嘅项目。楼盘名咧就叫粤海城。其实粤海城呢一个盘名咧，可能喺好多地方都会有噶啦。咁但系今次呢一个咧，系我哋第一次遇到嘅粤海城咧，系望到一个咁宽阔、咁靓嘅江景嘅。之前我都提过啦，西江咧嘅阔度咧，会比我哋认识嘅中山旗江啦，或者咧系珠海嗰边黄杨河咧，都仲要宽阔得多嘅。所以咧，如果你购买嘅产品系能够享受到呢个西江嘅江景咧，可以话咧，是一个非常之得天独厚、景观非常靓嘅一个水景天然资源嚟嘅。好啦，有靓景当然咧都要了解埋个价钱啦。嗱，呢一个盘咧现时有批嘅单位咧，亦都系做紧特价嘅，讲紧咧11,000+入到场，总价1,100,000左右咧已经可以买到噶啦。而且咧唔系讲紧最低层2-3楼，系讲紧10几楼又有，接近20楼都有。所以呢一个盘推出嚟嘅特价唔系攞啲低层冇景最差俾你嘅，而系真系中高层系有景观嘅嗰种产品俾你嘅。我相信咧，大家听完咧都心急噶啦。咁依家咧，我哋睇埋呢个航拍画面之后，就听翻现场讲解翻模型嗰度主力咧系推紧边啲嘅动数啦。再之后咧，我哋就直接去睇一套非常之靓嘅示范单位。
自家兄弟呢条频道同团队一直以嚟都喺你大湾区置业嘅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贴心嘅服务。除此之外，我哋亦都会为你分析各个户型嘅优缺点、风险因素，无论系购买前嘅咨询同分析，以及购买后嘅回款、签约等等，我哋都可以承诺全程跟进，以及将来嘅收楼及协助办理各项证件、文件等等，确保俾到你最贴心嘅售后服务同跟进，成为你置业道路上嘅得力助手。现时我哋喺港岛嘅铜锣湾以及九龙嘅旺角都有两间实体嘅门店，欢迎你随时上嚟查询各项大湾区置业嘅资讯。我哋期望为每一位观众客户寻得最理想嘅安乐窝，以至系投资物业，热切期待你嘅到访以及咨询任何关于湾区置业嘅问题。哇！大家觉得点啊？呢个景哇，真系一支包啊！又带大家嚟睇好嘢啦！今日 ，Hello， 大家好啊！大家好，咁啊 ，Jerry 啊，咁我今日带大家嚟呢边咧，就睇个江门市凤冈区嘅一个楼盘啊，都系广州嘅开发商。等我估下，越秀，你咁中意越秀系咪咧？唔系越秀，今次唔系越秀啦，今次唔系越秀，今次系乜嘢啊？今次粤海。粤海都系粤啊，系啦，都系粤，都系粤，系啦，都系粤。咁就睇一个盘咧，喺江门凤冈区一个大型项目，咁啊粤海城，粤海城，粤海城，咁我哋都系叫做十贵府。哦，又系嗌十贵，又系嗌十贵府。咁以前就边个个十贵府咁啊？哦，咁又平好多，平好多，平好多。咁我哋之前有影过珠海个十贵府啦，咁今次嚟到江门睇呢个十贵府。咁咧呢个项目嘅卖点，最大卖点就系头先一开始大家睇到呢个成个正西江啊，成个西江望晒。咁咧加上咧成个项目咧个遍地咧，听讲差唔多成一千亩地，系呢个长成一公里，哇！一公里，即系由前面大家可以望一望前面咧，高度系啦，嗰座嘅住宅楼啊，嗰座应该唔系住宅，系医院嚟嘅，医院嚟嘅。去到咧镜头嘅最左手边绿色嗰个板块啦，或者个高楼啦，左手边啊一大片嘅地方都系属于呢个粤海。OK， 系啦。咁其实呢座咁样嘅，哇！我见到呢啲。哦，呢边有一个名堂啊，呢、這个又系咩名堂？古迹嚟嘅，古迹嚟嘅添啊！博物馆啊，咩、博物馆呢？转头再介绍俾大家。O K， 系卖个关嘅，卖个关子先。O K， 咁我哋又唔嘥时间啦，一于入去望一望啦，我哋好唔好？好好好好好好。哇，冯生，我见到你个沙盘真系好大喎、啊！系啊，咁亦都系我哋现在目前咧，成个蓬江区咧，现在系可开发嘅一个咁大片嘅一个资源嘅话咧，都系我哋现在目前成个蓬江区嚟讲比较少见噶。咁、我哋其实现在处于咧就呢个位置，呢、个位置我哋售楼一磅。咁你其实现在肉眼咧可以见到晒呢个沙盘啦。佢現在總佔地面積咧就289畝地嘅，咁我哋建築方面嘅話咧，用佢分四期去建築啦。呢邊嘅話咧就係我哋嘅一期嘅位置啦，嚇。咁現在都係熱銷緊嘅。咁呢邊嘅話就係我哋二期嘅位置。咁呢個位置嘅話咧就係我哋三期嘅位置，嚇。最遠嘅位置咧就四期，呢個位置都係我哋嘅一個項目嘅所佔地嘅面積。咁換言之，啱啱都同你講過啦，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嘅北街醫院啊，中心醫院嚟嘅，就係位於喺呢個位置。咁由呢個位置出發咧，由後行到落尾嘅話咧，就啱好咧就一公里嘅一個距離嘅，個步行時間嘅都十分之放鬆，十分之便利嘅，需要八分鐘嘅一個時間就到啦嚇。咁我哋現在咧主要賣緊咧就係一期嘅二棟樓同埋五號樓同埋六號樓，主要就賣緊幾棟嚇。咁現在在售嘅面積咧就係有95方啦，95啊，81方，81，82。百四方嚇，咁二棟嘅話在售嘅面積咧就95方，就位於響二棟嘅呢個位置。咁佢咧就望到曬成個一個小區園林嘅中軸園林都可以望到曬嘅啦。係138米嘅一個樓間距，可以望到我哋嘅一個游泳池啊、兒童遊玩區啊，同埋陽光草坪嘅等等嘅一個設施啦。咁呢棟嘅話響其他樓盤嚟講，佢都係會係樓王嚟嘅。OK， 係啊，前面呢個位置咧就5號樓同埋6號樓。咁呢兩棟咧，亦都係我哋望江嘅一個樓王嚟㗎啦。咁佢在售嘅面積咧，前面呢户咧就係81方嘅一個4房2廳2衛嚇。咁然之後04單元咧就係我哋嘅82方，亦都係4房2廳2衛。不過咧，佢會比81方咧就多咗一個陽台，就是、雙陽台嘅。咁側邊呢個03單位咧就係104方嘅，就係4加1房5房嘅設計，亦都係雙陽台南北通透，可以將我哋整個西江咧都可以。
落去向眼中嘅。咁然之後，我哋呢棟樓嘅基本嘅朝向嘅話咧，都係坐西北望東南位嘅。坐西北望東南，係坐西北。即係呢邊係向東南，東邊係係東南位，正東南啊，正東南位。五座六座咁樣。係五座六座正東南位置嚟嘅。咁、哦、二座嘅話咧，佢就係正北正南嘅。哦係，佢呢棟就係正北正南，呢兩棟咧就係會東南位為主。咁我哋小區入邊嘅話咧，就會有一個游泳池啦，同埋兒童遊玩區、陽光草坪，圍繞住整個小區嘅話咧，會有一個我哋嘅一個陽光跑道 LED 跑道嚟嘅。咁佢晚黑嘅話都會發光。咁我哋基於同其他小區唔同嘅話咧，我哋每一棟一樓嘅位置咧，係會做翻一個架空層嘅一個會所嘅形式去呈現翻俾業主嘅。咁會有唔同嘅主題，會有成年人健身嘅空間啦。會有老年人活動的中心啊，亦都會有啲430的學堂，十蚊仔嘅一個遊書讀書嘅地方都會有噶，都會呈現翻俾業主嚇。咁、啊、然之後喺我哋一期嘅位置嘅咧，西側嘅位置咧就會有我哋一個學校教育用地。咁佢亦都係一個中學加小學嘅一個九年一貫制嘅學校。咁亦都係江門市咧第三所以呢一種形式去呈現翻俾業主嘅學校比較少嘅。咁佢亦都係一個公辦嘅。定咗未啊？嗰、那個佢已經係明年動工。明年動工。係啊，冇錯。依家咩價位到啊？你話？依家嘅價位嘅話咧，好似例如望我哋一個小區園林嘅話咧，呢一棟嘅位置咧，就係11,000多到12,000多左右之間咧，就可以買到呢一邊嘅單位啊，基本比較深水嘅單位都可以買到嘅。咁好似例如我哋六棟嘅位置嘅話咧，咁佢嘅售價嘅咧就要去到12,000多到13,000多。之間咧就可以享受到我哋六棟，亦都係去望江，性價比比較高嘅。咁、如果係追求江景視野嘅極致嘅話咧，咁就個人就會推薦係五棟嘅單位。五棟會唔會貴啲啊？五棟嘅話，相對於比六棟同埋二棟嚟講咧，個價格咧相對會高少少嘅。咁佢就係喺15,000多到16,000之間。15,000多到16,000。係，因為佢因為其實你可以睇到曬啦，呢、這個小區嘅話最靚嘅位置就係我哋五棟嘅呢個位置啦。咁、佢一個直望江景，270度係冇死角嘅，純望江一個位置比較靚嘅。佢頭先講緊個價錢咧，唐生係無坯定裝修？我哋呢邊嘅話都係無坯嘅，都係無坯，係兩梯四户。兩梯四户。無坯嘅，唔帶裝修嘅一個設計。因為我哋呢度嘅話唔係做嗰啲剛需嘅，主要都係做啲改善型。改善型嘅住户嘅話咧，佢係更加之想希望嘅就係一個裝修嘅獨立，同埋裝修嘅一個不一樣嘅性格，啱嘛？收樓時間啊？收樓時間嘅話咧，我哋呢個小區嘅話係整一個小區同一個收樓時間嘅。咁佢咧就係2023年嘅1月份就會收樓，但係嘅話，我哋呢度咧基本咧都已經係封咗頂噶啦。我哋係會更加之提早嘅，可能就明年嘅時呢個時間段咧就會已經係收到樓噶啦。係啊，更加快。費又係管理費嘅話咧，就採用我哋麥凱嘅一級物業。咁佢亦都係現在係國家第一批引進嘅一個一級物業啦。咁現在佢售我哋嘅管理費呢度咧就係24,000一個方嘅。24,000。係啦，就基於現在同江門市嘅一個普遍嘅價格一模一樣咯。咁我想就請教一下咧，你車位方面會係點樣？車位嘅配比咧，我哋呢度咧係1:1.23嘅。1:1.23。係有負一同埋有負二層。哦，兩層。係有冇錯，有負一同埋負二嘅。咁負一負一嘅層咧，基本就係響曬呢邊，基本都會有負一噶啦。咁如果要去到負二嘅話咧，要去到埋邊嘅呢個位置呢度咧，就先會有機會有負二層嘅。哦 ，OK。係啦。你講頭先1:1.23咧，1:1.23咧係。係。單單係呢一期嘅數，其他啲二三嗰啲二三期嘅係未知嘅，因為都係待定。好似已知嘅都會係呢度，咁其他三四期呢啲咧，因為仲係待定嘅。O K， 係啊，仲係要待定中。嗯 ，O K， 係啊，然之後回歸翻到我哋嚟呢邊呢個位置啦。啱啱就漏咗同你哋講嘅一個位置，呢個係啊，呢個盤真係好大。如果有得講嘅話，講個零兩個鐘頭都仲有得講嘅。咁然之後呢四棟高高嘅話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公寓嚟嘅。其中咧有一棟嘅話咧，就會係做我哋嘅一個酒店嘅。酒店係酒店嘅名咧，目前咧就未命名。幾星級嘅知未？應該都係5星級。Okay, 5星級酒店嘅。咁其中有一棟會係攞嚟，呢一棟咧就真係未知嘅。咁下邊嘅話咧，就會有我哋嘅一個超市。超市嘅話咧，就會攞翻我哋江門本土嘅牌子，會比較出名少少嘅牌子啦。
現在嘅話傾緊嘅就係紅大昌、okay. 超市傾緊啦，洽談緊嘅都已經去到七七八八咁樣嘅階段啦。咁、然之後左手右手邊呢個位置咧，就有我哋一個江門市比較大嘅一個大型嘅酒樓啦。咁、呢個咧就係、都等待招商中，睇下係邊個酒樓咁好彩可以攞到呢間啦。Okay. 因為呢個位置比較靚，可以望江景啊嘛，個酒樓會比較少見。咁然之後隔離呢個位置咧，都會有我哋嘅一個 BRT 嘅一個車站位置嚟嘅。咁佢亦都係一個起末站嚟嘅。咁遲啲江門市嘅話都會有 BRT 快線㗎啦，咁佢咧係會直到去濱江新區，同埋去直到我哋嘅江海區嘅位置去接駁翻我哋嘅一個城軌嘅位置， okay. 都會比較方便嘅。咁門口嘅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原先嘅糖廠嘅位置嚟嘅，因為啱啱都講過啦，我哋呢個位置咧係金化堂糖廠嘅舊改項目，咁呢個糖廠嘅話咧，我哋係唔會拆嘅，因為我哋要將佢翻新舊改去做翻一個博物館嘅形式。去呈現翻俾江門市人民。其實頭先我哋入嚟嘅時候咧，一見到我以為係舊舊地嘅，舊舊地係民國時期嗰啲咁樣類似，江門碉堡差唔多啲咁樣古。即係佢差唔多啦，係啊，佢就係差唔多跟隨住新中國去成立興建，比佢仲要早少少嘅。咁佢呢個廠房嘅話咧，因為曾經都我哋都嚟過朱德啊、真來啊，佢哋都嚟過我哋呢個廠房度提個字、提個匾嘅。佢、okay. 包括入邊嗰啲字嗰啲字板啊、樣啊，全部咧都會保留翻嘅嚇。佢到陣時咧都會呈現翻俾江門市市民人睇嘅，都會俾同胞啊或者係其他華僑嚇。咁左手邊呢個位置嘅話咧，就係、我哋一個開放式嘅一個商業街區嚟㗎啦。咁呢個街區嘅話咧，其實咧我哋係仿照住成都嘅太古里咧咁樣去打造而成， oh, okay. 會將啲潮人啊，或者係啲潮物啊，或者係啲我哋嘅一個餐飲，因為我哋江門咧其實都有另外一個之鄉，叫做奶茶之鄉啊嘛，喜茶啊，好多等等嘅好出名嘅一個企業，奶茶企業嘅話都係響翻我哋呢度出發噶嘛。咁我哋嗰陣時引進翻呢啲牌子咧，咁係會匯聚翻我哋比較潮人集中嘅一個地方，從而帶引翻呢邊嘅一個人流。Okay. 包括我哋門口嘅呢個濱江藝術公園嘅話，都係一個引流嘅一個好地方嚟嘅。係啊，咁然之後右手邊呢個咧，我哋就叫做北地嘅一個位置嚟㗎啦。呢、這個位置嘅話咧，係一個商業性質嘅別墅嚟嘅。商墅係，亦都係我哋俗稱所講嘅商墅嚟嘅。商墅係咪四十年嗰種啊？冇錯啊，係啊，商墅就係四十年產權嘅嗰種。咁佢嘅話咧，我哋咧就會打造成為一啲紅酒莊啊，或者茶莊啊、私人定制啊、旗袍啊，或者係婚紗攝影基地，因為呢個位置比較靚啊，攞嚟影婚紗攝影啊，都係比較好睇啊嘛。你商墅賣嘅定係唔賣？會賣。會賣是，但是目前的話現在就還未有正確的一個規劃，到時都要等公司的一個安排、okay. 是啊，因為這邊的話都未公布到。我看到你商墟旁邊的二棟那裡都是第二期的，是沒錯，那是二期來的。那二棟現在是開售還是怎樣？現在的話它都是開售的。開售啊？是沒錯，它是我們的185方的一個大平層的一個面積段，185方大平層，大平層兩梯兩戶的，兩梯兩戶，它這個位置更漂亮，一字樓來的板樓，價錢又會比五個棟貴會會啊，去到多少度？這個售價的話去到17,000多，單價無批的，亦都是無批的、收樓亦都是差不多收樓的話它會耐一點，它可能就三月份到啦，即係耐多一兩個月 ，OK， 係耐多兩三個月到啦 ，OK， 咁佢都係成個二期一齊交嘅 ，OK， 避免咗裝修嗰個困難 ，OK， 咁大致上呢邊咧都瞭解得差唔多，問翻幾個問題啦、我見到咧你頭先講到呢啲商業啦，即係酒店呢啲啊，呢、這個係依家做緊嘅定係已經打緊裝起緊㗎啦，都已經還未運營，但係還未運營，係話起緊嘅，預計幾時會搞掂到？有冇初步規劃？初步規劃，公司的初步規劃就是23年年底搞定。哇！即係呢邊收咗樓之後，搞埋裝修，可能差唔多時間。係啦，冇錯啦，呢邊就已經開始搞掂啦。OK， 係咪先搞掂呢度再到？唔係啊，呢邊嘅話我哋都已經封咗頂㗎啦。已經封咗頂㗎啦。呢度已經封咗頂㗎啦，包括你見到嘅呢啲商業性質嘅別墅都係封咗頂㗎啦。都係封咗頂㗎。係啊，全部封咗頂啦。現在就係起緊我哋嘅主體公寓嘅部分同。哦，即係有機會你呢個仲快過嗰個。係啊，呢個會係快過呢個㗎，係啊。Okay. 會啊，這個是因為它是一個開放式的一個街區嚟啊嘛，這個會快啲。那邊透明水晶體嗰啲係咪寫字樓？住宅嚟嘅，係我哋四期啊嘛。四期住宅。四期嘅住宅，隔離嘅呢座嘅話咧，係一個高端嘅一個醫療用地嚟。高醫療用地。係啊，佢亦都係會係一個月子中心啊，亦都係一個術後
恢復的一個地方嚟嘅、哦，就會匯集翻呢個位置，係營養中心嚟嘅，因為佢配合翻我哋隔離嘅一個北加醫院嘅呢個位置啊嘛，嚇、嗯，咁佢呢個位置係一個得天獨厚嘅一個地方，佢又都可以係一個望江嘅一個醫療用地。Okay.咁佢都會比較高端少少。嗰、那個新寧火車站係、嗯、新寧火車站呢個位置嘅話咧，佢係我哋一個江門市以前嘅一個舊址嚟嘅。咁佢個主要一開始嘅作用啊，咁講翻起呢個新寧火車站嘅話，都比較有一段嘅故事嘅。咁佢係由一個我哋嘅純華人咧去打造而成第一條嘅一個路軌嚟嘅。咁佢咧就係接駁翻去我哋嘅一個崖南嘅地方。去到新會崖南，佢現在嘅話已經停冇用噶啦，因為佢主要嘅作用嘅話咧，都係為咗我哋嘅金發糖糖廠咧、哦 okay ，去服務去將佢嗰啲蔗糖啊，將佢嗰啲物料啊、糖紙啊，就將運去世界各地嘅地方嚟。即係舊址嚟喎。係呢個係舊址嚟嘅，佢已經係一個博物館，所以話我哋買得我哋呢個小區或者買得我魚海城呢邊嘅話咧，佢、嗯、係一個商博物館嘅一個地方嚟，比較少見咯，會、okay、好少話小區入邊會有博物館噶。咁啊，馮生啊，聽完你嘅介紹咧，呢、這個項目真係都幾大啊！係啊，啲元素都係幾精彩繽紛。係啊，基本佢囊括咗有我哋嘅商業啊、嗯、學校啊、住宅啊、商税啊、okay、博物館啊等等等，或者公園。係係啊，門口呢個濱江藝術公園都係我哋拆咗四萬平方米嘅一個公園嚟嘅，亦都係市政公園。係咧、啊，有冇示範單位我哋可以參觀下、嗯？有啊，可以啊，有示範單位啊， okay、都全部都做曬我哋嘅一個板房嘅。去示範單位睇一睇先。靚景觀嘅盤咧，就千祈唔好係搭建嘅試位，最緊要咧就係可以上到實體樓嗰邊睇示範單位，因為即使係低層的話咧，都可以一目了然地望到個靚光景啊嘛。邊嘅話咧，就我哋一個入户大堂一個交付標準嚟嘅，咁佢係一個五米高嘅一個入户大堂。呢啲鋁合金包邊第時都係做成。係啊，冇錯，你見到嘅呢個位置嘅就係我哋一個交付標準，哦 okay、你見到嘅就係我哋一個實體樓嚟嘅，係、哦、你見到現在所見到嘅一切。我哋嗰陣時係採用一個雙開門嘅，咁呢邊嘅話咧，亦都係我哋一個小區步行翻入嚟嘅一個門口。哦、你啱啱行入嚟呢個門口咧，就是、江邊散步嘅一個門口嚟嘅，係、一個雙開門，然之後就兩部電梯。OK， 係呢邊有我哋嘅電梯，我哋嘅板房喺我哋嘅五樓嘅位置。五樓好。係電梯嘅牌子嘅話，我哋都係採用我哋嘅通靈嘅。你好，就我哋呢邊嘅話咧，就是、我哋嘅五棟嘅一個五零一室嘅一個示範間嚟嘅。咁呢度嘅就係我哋嘅一個户型圖所示啦，110方，係110方，做加一三加四房，兩位，兩位，係啦，然之後就兩個陽台，呢邊去，係呢度嘅話就係我哋一個入我哋嘅一個交付標準嚟嘅。咁我哋雖然買嘅毛坯啦，但係我哋嘅呢道門嘅話咧，都係會配備翻嘅一個子母門嘅一個位置嚟嘅，嚇，佢一個子母門嚟嘅。呢度可以入去。咁請教下馮生，個鎖係咪都係一樣嘅？係啊，個鎖嘅話咧，到陣時咧都係會換翻同等配置嘅一個指紋鎖同埋密碼鎖同埋 NFC 卡嘅一個鎖嚟嘅。咁呢度入邊嘅話咧，就我哋一個預留嘅一個鞋櫃嘅一個空間位置嚟嘅。凹位。係一個凹位嚟嘅，可以攞嚟做鞋櫃啊，或者係做平時換鞋嘅一個地方都係可以，基本都可以滿足到你哋嘅一個使用需求嘅。咁、再入到嚟嘅話咧，就我哋一個3.7米嘅一個開間嘅一個大廳嚟嘅。然後可以過嚟呢邊去參觀一下我哋呢度嘅一個陽台景觀。其實講呢一個五座咧，我相信唔淨止係包括鏡頭前邊嘅觀眾朋友啊，哪怕咩買家，包括我自己咧，五座呢度咧，我最想睇嘅就係第一時間入到嚟，係啊呢個光景。就係呢個光景咯，呢個光景嘅話咧，基本如果係買高層少少嘅話咧，係可以將成個江門市嘅一個城市景都望到之餘嘅話，包括連我哋對面。你見到嘅嗰個位置咧，連我哋中山古鎮嗰邊嗰個景咧，都會係囊括到噶。包括你見到高高嗰兩棟，高高那個、就係、是、離和啦，係、哦、啊，古鎮離和就係嗰個位置嚟嘅。OK OK。前面呢個位置就係我哋一個古元洲啊，呢、這個位置亦都係我哋人俗稱所講嘅江門市嘅一個聚寶盤嘅一個位置嚟嘅。咁、光係喺嗰邊留言一嗰個位置咧，就係、是、一個節財嘅一個位置嚟嘅。佢一個形成一個聚寶盤嘅一個形狀。係幾似？係啊，所以呢個景嘅話咧。包括我自己嘅好多客户啊，好多業主啊，都係好中意呢個景， okay. 而為咗呢度去買呢邊嘅。咁呢度其實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喺五樓高度咧、啊，都望穿到呢個雙垂喎。係啊係啊，已經係好呢邊嘅雙垂嘅話，基本都已經係封曬頂㗎啦。嗰、okay. 座、啊、高嗰座係咩？高高嗰座咧就係我哋嗰個北加醫院。哦，北加醫院。係北加醫院嗰個轉部嚟嘅。Okay, okay, 隔離少少咧就係我哋一個海關部門嚟。O、okay, K， 好。係啊。好，繼續睇翻入邊先。係，我哋呢個係一個6.7米嘅一個長，6.7米，係6.7米嘅一個陽台嚟嘅。闊度嘅話，大概1.5米啦，可以感受到，都已經足以到滿足
一個日常的 使用需求噶啦。係，都幾靚仔喎。係啊，冇錯。你再入嚟喺我哋房間咧，因為我哋八一方嘅話咧，就做四可以啊，嚟去呢邊參觀一下我哋廚房嘅位置嚟嘅。哦，你呢個廚房我哋長咗長 L 型嘅。你個廳擺咗六人台都仲有位喎。係啊係啊，其實如果有細心哥發覺到咧，其實咧我哋呢邊。包括你等下去好多去睇嘅設計咧，我哋呢邊嘅設計佢主要追求嘅咧就係個客廳同埋我哋嘅飯廳咧係會對等嘅，好多尺寸，係方方正正。包括你等下去接觸嘅其他户型嘅話，佢都係一個咁樣嘅設計嚟嘅。係啊，我哋追求嘅就係呢種極致嘅尺寸嚟嘅。咁我入到嚟嘅話咧，就會有一個長 L 型嘅一個廚房嚟嘅。咁佢基本你嘅洗、切、煮。基本都可以滿足到你呢個工作台啦，呢邊洗，呢邊切，呢邊煮，洗切煮都可以滿足到。然之後再入到嚟呢度咧，就有一個細細啲嘅一個收回陽台，咁佢係同翻個主陽台咧做翻一個通風對流嘅一個作用噶。咁呢邊又話可以擺個洗衣機啊，再擺個熱水器咧都係冇問題嘅，係啦。然之後再去到呢邊，去睇睇我哋啲房間啦，感受一下。呢邊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工位啦，工位都比較大噶啦，已經係滿足到曬所有嘅一個需求嘅。對比起市面上好多嘅一個洗手間尺寸嚟，都會比較大。咁然之後呢邊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嘅一個頭先呢個陽台。係啦，通頭先個陽台嘅一間次卧嚟嘅。咁呢邊嘅話面積嘅話都係有將近11個平方度。係啊，呢間其實都幾大。是啊，呢間房係確實幾大啊！嗱，佢預留咗我哋呢邊咧，都預留咗有衣櫃位啊，係啊，同埋有房間嘅位置。咁如果有啲業主或者啲買家咧，佢覺得細嘅話咧，呢邊嘅話其實都可以推出去咧，做翻一個玻璃，呢度做翻個落地玻璃，可以拉翻大佢都可，都係可以滿足到嘅，會比較大。謝，再請教翻謝雲生頭先嘅問題咧，你話如果將佢推出去咧，咁我到時出邊陽台嘅窗咯？咪做翻個風咯，做翻個落地啊，係啊，做翻個風窗咯。即係我成個陽台風咯，佢都冇問題。係，你風窗都得，冇問題嘅。因為有啲客户咧，好曾會關心啊，對面到時譬如刮風咁嘅時候，光邊會有人吹埋，可能你都會知道好扯風啊。嗯，係喺呢度絕對100%扯風。係啊。係啊，我唔需要擔心佢唔扯風，我擔心佢反而係扯風得滯添。係啊，有好多人都問可以風窗㗎。係啊，可以封出。咁呢邊嘅話咧，睇呢間先好喎。係睇呢間先啦。呢間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兒童房嚟嘅。咁我哋嘅示範間呢邊咧就做咗一個上下牀嘅。咁佢其實都已經係比較大嘅啦，將近有9個方嘅使用率嘅嚇。咁啊配備翻一個窗。然之後呢邊呢個話咧就係我哋嘅一個生活空間。咁啊呢邊嘅位置嘅話咧，我哋呢邊係只送計一半嘅面積，計一半面積係贈送嘅。點解嘅？因為呢個係空中花園嚟㗎嘛。空中花園係。咁啊，咁有個問題啦。我哋要改名，又叫創意空間。咁啊，馮生，但我又有一個想問嘅，就係咧，第時佢會係點樣交付？交付標準嘅話，你呢度肯定就冇噶啦。然之後就係按照呢個高度嘅尺寸去交付翻俾你。有冇窗俾我哋？冇窗嘅，需要你係要自己封翻個窗嘅。即係就好似陽台咁。係啦，冇錯，所以佢就俾一半嘅面積咯。咁亦都有啲人咧，就將呢間房咧，就同埋呢間主人房咧，就連通打通咗佢又得。嗯，係啊，呢個就我哋一個主人房嘅位置啦。主廁係呢個就主廁嚟嘅。咁我同頭先嗰間客廁咧，都大細差唔多啊。係咯係咯，使用空間率都比較大嘅。咁然之後呢邊背邊嘅話咧，就係我哋嘅一個陽台嘅景觀。買高少少，你坐喺呢個位好正啊！係啊。冇錯啊！買呢邊嘅位置嘅話咧，直望個光景咧，真係十分之舒服嘅。我朝頭早咧，將張牀做嗰啲榻榻米嘅，將佢冚埋嚟。咁然之後咧，即係每日朝頭早一瞓醒，個頭稍微側一側，就望住個光嚟起身。係啊，都會比較寫意，比較靚。係。好啊，馮生啊，請教呢套110方啦，咁係咩價錢到啊？如果按照呢棟嘅呢個單元嚟講嘅話咧，基本個總價咧就係響170萬多啲左右。170萬多啲。係。咁佢呢一隻户型，我哋已經係喺2座啦。5座。五座 ，sorry。5座01。5座01啦。係嘅。咁佢呢個户型響其他座數會唔會有？其他座數嘅話，響接下嚟我哋推出嘅3棟啊、4棟。OK。都會有，包括我哋等下帶你去睇嘅6棟嗰邊咧，都會有呢只户型嘅。O K， 咁好似呢一隻，頭先你話170萬，就係5座嘅價錢。
係170萬多啲。170萬多啲咁多價錢，咁佢係我哋最高五座最高幾多樓？31層高㗎，咁基本嘅，因為我哋層數之間咧相差嘅價格咧都唔會話十分之大嘅，都係基本都係響170萬左右，170萬多啲啊，或者170萬齊頭啊，咁上下左右到咯。OK， 係啊，咁即係五樓嘅基本上都可以望到個光都差唔多呢個價錢。你買六七樓啊都可以㗎啦。六七樓會唔會話去到84萬都可能得？唔得，都唔得，都係要都係要啱啱講。sorry， 唔係84，86。86萬都唔得，都要170萬多啲。都要170萬多啲。係，因為我哋呢度嘅話咧，其實咧。買呢邊嘅話咧，個中高樓層咧，反而咧，佢嘅價格相對嚟講咧，會比廿幾樓咧會貴啲㗎。哦，咁得意嘅咩？係啊，其實即係點解咧？你可以感受一下㗎。你坐喺個客廳度啦，你假設你坐喺個客廳度咧，你直接咧係可以睇到我哋嘅電視之餘咧，仲可以囊括到我哋嘅光景㗎嘛。但係如果你買得高嘅話咧，你坐喺度，你未必可以俯視到或者平視到我哋嘅光景， 就會變到係行出陽台先係一個俯視嘅一個狀態。所以我哋反而我哋呢度嘅一個中矮咧嘅樓層會比較吃香啲，反而高嘅話，我哋嘅呢邊嘅定價咧就會相對嚟講係比較優惠少少，實惠少少。明白，係啊，就係咁樣嘅價格。好啊，咁啊，再睇呢個110方就87萬總價，多啲啦。咁啊，基本上咧270度嘅光景啊，呢個其實我個人咧都好中意嘅嗱，我都明白咧，低層睇光景咧唔會夠厚嘅。俾翻個中高層嘅單位，大家喺個露台度望出去嗰個光景嘅感受係點樣？咁當然啦，現時拍攝呢一個狀態咧，就係工地狀態嚟啦。我哋再嚟用第一身嘅視角睇多一次呢一套 C1 户型3+1房兩位110平方米嘅示範單位啦。大家可以睇睇啦，11,000多嘅单价，总价110萬起标就可以买到中高层甚至乎高层嘅单位，所以咧佢今次推出嚟啲特价货咧，唔似其他发展商咁攞啲最低层嘅俾你嘅，系真系攞啲靓位有景观嘅俾你。嗱，呢个粤海城咧，我哋仲有其他嘅资讯同埋示范单位咧，会喺下集再播俾大家睇嘅。嗱，若然你真系对呢个项目系感兴趣嘅，欢迎联络我哋睇睇咧，目前仲有啲咩产品可售，又或者咧可以攞多啲资料研究一下。今集内容咧就到呢度先啦，下条影片再见。嗱，我哋为大家介绍翻点样嚟到我哋自家兄弟最方便嘅旺角门店。由旺角地铁站嘅 E1 出口出到嚟之后咧，只需要向弥敦道方向行咗去大路之后咧，向左手边一直行，会经过屈臣氏同万宁等等嘅商铺。在汇丰银行之前的位置就是弥敦道655号商业中心，自家兄弟就在8楼的802和803室，楼下是不需要特别的登记，而等候电梯上来的时间也是相当之快捷。上到来8楼之后，只需要向着801至805那边的方向推开大门，就可以见到我们自家兄弟的旺角物业直播展销厅。在这里我们会提供舒适的环境，俾准买家慢慢欣赏佢心仪嘅物业，亦有专人提供楼盘资讯以及解答买家嘅疑虑。无论你有任何嘅需要，都欢迎你嚟到我哋旺角嘅门店向我哋查询一下噶。如果仲未订阅我哋自家兄弟频道嘅，可以而家订阅埋，按埋隔篱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任何嘅影片啦。下条影片见，拜拜。